的原住民，跟他差不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的原住民哪一族最多？德鲁古吗？八零五。不满足的。不是，我说阿美布农。也有。德鲁古最多还是哪一族？德鲁古很少，有平地的。我说原住民哪一个最多？包也有，还有包二个。原住民哪一个族最多？原住民哪一族？还有一个。都一样，这差不多了。哦，那有没有人打过医生、护士？有，我看过，打不见。有，这是谁病啊？他一个吧，他病过就来了，把他保护室关起来，给他锁住条，把手打嘞。有人被喷辣椒水电击吗？没有啊，小人有啊。还有啊，外面才有，里面没有，那个就两个不能在。那有人在里面吸毒吗？没有，严格，他会跟进去外面保护室，进去就衣服而已，什么都没不能带。哦，黄色衣服啊，烟啊也不能。你们两个一起住在那边多久了？很快而已，在随便吗？露宿，他露膀胱了，走了。快在那随便吗？在随便的。哎，俺们还走。我也不知道嘛，我的一起去啊。混在一起。那他的。随便吗？你就走走。漂亮干了，是啊。那边漂亮的。什么东西漂亮？有个大叶奔那个小雅慧。小漂亮的。漂亮好看，护士啊，大夜班他又上中班呢。德鲁古的吗？不是，阿美子，阿不是阿美子，不像平地的，还是什么？你说客家的，我不晓得。你说叫萧雅慧啊？对。哦，你要把名字记起来。漂亮啊！他有照顾过你吗？他本来跟我想要跟我谈感情的，我说我不要，我很害羞啊，我不要，我有神经病的嘛，我跟他讲啊。里面很多护士追你哦。多。你那时候很壮啊。壮。我瘦了，我。你是自己去练还是当兵变壮的？当兵练。不是，我在那边吃的很好，对，饭吃的很好。你是很好啊，你是98公斤嘞，你是胖还是壮那个时候？壮的，我没有肥肉那时候。在那边有运动这样？以前有，吃喝拉撒睡啊。不是有运动吗？在那边？不用付钱，体操而已。哦，早操而已啊，吃得饱啊。嗯，还有吃鸡也有来了。哦，吃鸡有两个，吃鸡有没吃？你吃鸡我了，805也想带一个。啊，805，哎呀。你们两个住过805医院，还有住哪里？805而已啊，805。荣民总医，荣民总那个凤林的那个荣民医院有住过吗？哦，对。有吗？没有，我们住过。那边有急诊科。不是有住过吗？没有。谁是？那玉里的那个玉里医院，玉里有住过吗？不是，你们有住过玉里的吗？哦，那你没有，玉里的没有，玉里我没有去。哎，西里那是我那个安平区的，我亲戚在那边。是我在八路全部过来都打包，我亲戚在那边。我要欠他什么费会？我都玉里都人家在观察我，一直观察。他叫那个邱财富，他在玉里。他不出来毛病呢。他本来有个女朋友在那边。西口那边有一个分院嘛，靠近西岭。谁？你们两个住过那边吗？我没住过，我也去参观了。哦。医院带我去参观的，在那辛苦那里啊。那你们在那个？在医院里每天都在干嘛？啊？在医院里每天都在干嘛？都是。有时候来那个会客。我看你一眼。对啊。哦，你看我。走路而已啊。你也要去那里？就一档房一个空间给我们住而已啊，走路啊。有看电视吗？有卡拉 OK 也有啊，什么都有卡拉 OK 啊，都不能出来，都在里面。是，
到早中班，吃喝拉撒睡而已了。有给睡觉就睡觉啊。有给你们做手工吗？手工是没有，哪里那个手工？有的会，有的会。卡拉 OK 有。哦。有个课程啊，第二周五啊。啊，休息时间可以抽烟吗？不行哦，不行。以前是可以的。现在不行。有烟了，现在没有。现在没有烟了。哦。禁抽烟，禁区就是要禁烟的。以前好。这边的收费啊，然后呢？一个店，什么是酒吧？就是买卖啊，我们说卡炮所讲的母语啊。你们两个唱一首歌嘛。那么在台北我闻三天没有。没有，他这样就行。你还去见天哦？见西林那个西林桥那里啊。还打算卡炮还去见天？而且海军的人。哦，海基路比赛队，不是海。我空军的呢，我两七年。两七年。你是两年吗？是我三年的。我本来三年，被郝柏村说。三年的。在他们外。不简单的，三年。很好呀，郝柏村啊。请问总。你说。他们好怕他当。你说。总统。你说。他国民党呢？以前年轻的壮哦，哇，身材是。你说老婆还是郝柏村？郝柏村哦。不然当行政院长，嗯，然后怕还当总统，国民党啊，怕什么？彭敏，你怎么认识他？宝贝，的报告。哦，你这几天看到他吗？他常常啊。在做工人哎呀，我很少的，还最好就是。嗯，多久要来这边一次看医生？喝酒可以不那样子，他就是对着挂了。我差不多了，我不想喝，我差不多了，我就回去了。他讨厌了，他就已经不行了，还不是在已经不喝酒啊？我那个讨厌人，他已经喝酒醉，他不打人，哎呦，继续喝醉啊，这样子，他就这样。嗯，那个困难的说话，我就是真的你。嗯，哦，那呢，包皮皮呢？认识我，他讲了，我今天也在吃那个哎呀，那是黑牛哩。那个外面逛的。嗯，我那个哎呀，那天。你逛？你哪？我那黑鸡鸡，来。在家里啊，都睡觉啊，在那边睡觉啊，每天在那边睡觉，吃喝拉撒睡而已，吃喝拉撒睡，早也在那边睡，也有起冲突了，打架，打架，在二兵房保护室，在十二兵房说有人，啊，原住民还干起，他很笨，不能，那个还是在十二兵房，能站那的。不能不会，你把搞明一层的。